耶，这是我们家的儿童节礼物。耶！弟弟有没有看到夹起来了？夹起来了，嘿嘿！耶！超级魔术成功！成功！这个就是我们的夹娃娃机箱，来，你看哦。第一，先把插头插进去，它就会这样动动动。然后呢，再把这是 USB 插头，它也可以用电池。对，再把门打开，然后把。你有的娃娃放进去，要小一点的，对，不要太大只，像这种啊，你看这个那么大一只就不行了，所以要小只小只的。来，再把门关上。投这个硬币之前要先按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就是最小声，再投硬币。好快，我帮姐姐拍拍手。耶！这是我们的夹娃娃机，这现在叫做钻石机。你看，我们里面放了好多小钻石的东西。所以我要开始了。我要试着去夹那只绿色的恐龙吗？哎呀，卡到那个笼子旁边了。弟弟说橘色。不然我来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我夹不夹得到，因为我也不是非常厉害。哦，夹到蓝色的钻石哎！哇，蓝色！我是高手，我是夹娃娃机高手，夹到最。弟弟按圆圈，有夹到吗？没有。没有夹到，没有夹到。没有夹到。那你要拿钱，掏钱，自己掏钱。夹到，妈妈。